笑的吗？要不要被时光吞没掉？黑暗无声消失的人，也曾渴望白日里火，被命运束缚的一个，我要怎么挣脱？谁在耳边说，属我注定坠落？那就燃烧我，燃烧我的。王当娘，您怎么把石墨也拉上了？快呀！这是孩子他爹唯一留下的东西，可烧不得。石头烧不了。王当娘，搬去哪儿？哦，我要搬那儿。哦，我来。哎呀，这人老的是不中用了。慢点走。好。哎，放这儿吧。好。那我就放这儿了，王当娘。哎，来，谢谢你了啊。不客气。谢谢，给。谢谢啊，我也来一碗。来。怎么了？你穿盔甲真精神。我可不能给魏北军丢人。魏大哥，这些水是送给伐木的将士和乡亲们的。好，我去送。你慢点，别洒了水。放心吧，我过去帮帮忙。嗯。哎，谢谢。百姓还有老弱妇孺都已经安排妥当了，只不过乡亲们都带着全部的家当，万民碑这儿实在是搁置不下了。剩下的百姓安置去府衙。哎，大人，火势蔓延太快了，伐木的人手根本不够，抽调守军支援伐木。是。姑娘，王爷担心您的身体，吩咐属下过来看看。老先生，其实我体内的墨脉之毒未解，老先生开的药方治不了我。怎么会呢？我之前也为姑娘仔细检查过，你身上的余毒已经清了。此事说来话长，等战事结束，我会亲自告诉王爷。在此之前，还请老先生替我遮掩。
这老先生，我求求你，如今正是荆州危难之际，王爷他不能分心。姑娘气虚盗汗，你这身体状况，我就是想瞒王爷那里，我也瞒不住啊。老先生可有办法帮我压住？这用银针刺合谷穴可以止汗，不过姑娘，这种疼痛那常人难以忍受啊。只要我能看见荆州度过这次险难，再难的办法我也愿意。郎中，这里有人晕倒了。好好好，那姑娘我先过去了。快走走走走走。大姐你醒醒，郎中你快看一下。好好好。阿爹，你在天上要保佑我们荆州度过这一劫啊。阿爹，保佑我们兄弟两个渡过难关。保佑我们。放心吧，魏北勋一定能保护好荆州的。阿爹，阿娘，我们一定可以守住荆州。据探子回报，明局此番攻打青州，动用了西燕三部的全部兵力，明日三万大军就会驻扎在刘翠江的对岸。当务之急还是要阻止火势。是。他身体如何了？哦，他体虚是劳累所致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王爷，属下告退。我没事，我就是身体有些乏累。刚才老先生为我施针解乏后，我现在觉得好多了。阿家还等着我过去帮忙呢，我要赶紧走了。我真的没事，我再不过去，他又该说我偷懒了。那我送你过去。好。在担心殷将军。不是让你多休息吗？怎么又跑出来了？郎中已经为我施针解乏了，现在不累。饿了吧？我看你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，那现在肯定饿了。你手怎么了？我去帮忙阻隔山火了，已经上了药了。疼不疼啊？不疼。你快趁热吃。你先吃。
夜里凉，多穿点。真如将军所料，如今守在刘翠江的严军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百姓，城中大半威北军都派去伐木，阻止火势蔓延了。青州无力在城设第二次大火，威北将军没得选。是，这西南风还要吹上三天，青州又正好处于下风口，三天之后恐怕已烧成废墟啊。届时将军不费一阻便可夺取青州。可是本将等不及了。将军的意思是火攻啊，这是本将用来牵制威北军兵力的计划，我从未想过要放火烧山才能拿下青州。有刘翠江在，慕容景和肯定赌我们不敢渡江，所以才找了一些百姓来镇守边境。这么好的机会怎能错过？将军打算几时攻城？今晚强渡为燕军搭桥，明早本将率军攻城，只需一城兵力便可拿下青州。
天亮之前务必阻隔山火，保护好芙蓉。嗯。等我。带走了，剩下的都是殉国的军士了。大块头，大块头，大块头，阿娇，大块头，阿娇。一定会守护住青州，不会让他们枉死。看来是本将小瞧了威北将军。中计了，这城墙上的百姓都是威北军办的。探子此前来报，青州守城不过千余人，但按照这个功法，难不成援军已经入城了？等大火烧起来，我看你们还能撑到几时？传令，改日再攻。是。王爷怎会料定明军一定会撤兵？此人生性多疑，空城计只能使用一次，一旦让他知道城内虚实，
我们只怕连半日都撑不到。小虎被拦下来了，我们成功了，青州一定会平安的。是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姐，贝西秀才。弟兄们，明日殷将军一定会带援军到达，但西燕大军天亮前便会大举进攻，青州兵力薄弱，死守没有任何胜算，所以本将决定今夜突袭西燕大营。只有拖住他们攻城的步伐，我们才能等到援军到达。弟兄们，青州危难之际，愿我魏北军忠气为盾，锐气为矛，护我一方百姓家园不受侵扰。将军，你放心，今夜突袭，俺见一个杀一个，俺一定杀够十个。杨老三，你怂了呀？怎么才杀十个呀？杀十个便有十两赏银，这样，俺闺女喜欢的那个玉镯子，俺便能够买下来了。那还要杀够一百个？俺家老娘想在青陵巷换座大宅子。有志气！青州是咱们的家，你们参军就是为了这个。老袁，打仗嘛，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的吗？即便我们看不到，我们的家人朋友也一定能看得到。除了例行封赏，大家还有什么愿望都让青燕给你们记下来。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活着回去领赏。将军，我想去招请。好，打完这场仗调你去当禁军啊。哟，好威风啊。你行啊你。将军，那我要开个铁匠铺子。将军，我想，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还是想先拿十块金子。你小子想的可真好，还想要十根金子。程四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。我想干什么？你想跟隔壁二丫头生个孩子。啊，你这事儿将军可就帮不上忙了。秦将军，你想要什么？对啊，你想要什么呀？秦燕，给自己也系上。我就想待在王爷身边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不想给家人讨点什么吗？对啊，不让秦将军。我是个孤儿，从小就跟着王爷，王爷就是我的家人。你们都不懂，跟着王爷自然什么都有。哎，将军，那你呢？是啊，将军。你想要什么？对啊，将军。将军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做他的赘婿。好男子，将军的愿望你听见没？
有什么愿望？我想再看一场荆州的雪。明觉果然如王爷所料，带兵连夜前往青州了。我们何时行动？赶在明觉回来之前，烧了他们的辎重营，务必要摧毁他们的攻城火炮。是。燕军偷袭，还不快去迎敌？少军放心，我们只负责保护少军。少军不可，你又要拦本军。少军，以前是属下愚钝，罔顾少军意愿，自以为是的为少军好。属下替少军引开他们，少军便可沉沦离开。多谢。少军，少军跑了！掩护我，为将军开路！放箭！
将军一定会回来的。叶丽良，姑娘别等了。我想等他。我就想待在王爷身边，我是个孤儿，从小就跟着王爷，王爷就是我的家人，跟着王爷自然什么都有。
景和，你们拖住了西燕军，我们一定可以等来援军。将军眼睛中了毒，未免毒素扩散贻误军机，他亲手挖了眼睛。西燕将士听令，本君带你们回家。阿妹，
阿梅，你醒醒，阿梅，阿梅，阿梅，是奢望，你怎么了？是幻想，是被熄灭的光。如果生是一场已注定的悲伤，那爱是一张无止境的。熄灭的光。